哎呦！你那个裤裆没破吗？我想问一下。不是，很容易卡裆。很好啊！你别以为很容易。好，今天请小鸟队依次出发，站上我们的柱子。鸟队，来鸟队。来吧，走，好，哇，这有点厉害啊，这样打得好，来，哎，你刚才那个不挺好，就用刚才那个吧，你就还来那个，还来那个，你刚才那个完美，好痛啊！我，你接我一下。我接你来。行了，来吧。你就最近的那个，那个没人儿。那这个我就直接跨过去。对，就拉着绳跨过去就可以。接下来，请追击队进攻。进攻，进攻的好难，你懂吗？你要把它撞下去。你能？等会儿，我先能把这绳子拿过来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也撞也不太好撞。谁先啊？你们？森森。但我该怎么撞呢？我觉得你啊，去那儿等于是以卵击石，你知道吗？尤其是像韩庚，你看都已经抠在这儿了，都已经抠这儿了。深深，其实你轻，我们都可以给你助点力。其实，需要我们给你发个力吗？把我当扔石器是吗？就这样一下给你，就这样一下给你。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哇塞！哇！干啥呢？哇！哎！天哪！干啥呢？一二三，走！三走！深深把他抓下来，别放手，深深，别放手，深深，深深加油，他被留着了，深深不行，咱就回家，不行再来，不行再回来，深深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深深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深深，哎。等会儿，回来，深深，回来，等会儿，深深，哎，换，好惨啊！深深太惨了，太狠了，这太难了，这根本就做不到。深深，他在旁边玩我，我看见了，全国人民都看见了，没关系，都看见了。接下来，请追击队的另一位成员出战，来吧，陈儿，来吧，陈叔叔。炸弹来了啊！炸弹，你要来呀、啊？那咋整啊？你朝哪边来？你先跟我说。正面。咱俩换一个，没你留着，快出发，快起身出发！你们俩干嘛呢？你们俩干嘛呢？不能动了，推！不是，现在你不能了，晨哥。啊！所有人站定之后就不能再攻击了。啊！
就完了。你占领了一分了已经。陈哥，你的功能是上去拿一分的吗？有点浪费啊。Yes， 陈哥是要去减三分的呀。